逍遥，再来我们要讲一下先意吗？先把先意给你们看。哇，我觉得这款游戏很猛耶！哇，但最猛是那神将吧？啊，之前。到印象吗？陈江真的整个超帅啊！先给你们看齐天大圣好了，太帅了！来，齐天大圣嘿，你如果要得到他，你就是要他的召唤虎啊！我们这期很漂亮哦，都拎起来。它这有指甲欸，你就可以慢慢去弄欸。对啊，现役嘛，树体就这里。特权可以做什么呀？替身。一样体现，有火神了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欸，他可以上阵两只欸，麦克脑啊不？天哪！天哪！这期真的太猛了吧！超帅的！哇，这就是我们的火神，在后面的，哦，